归零，三乘五等于等于等于等等等等。从小到大，我有许多心愿。不想洗澡，不用睡觉，不想学习数学。突然有天，人品爆发，愿望都被实现。原来世上真有神仙，这是一个知识点。穿上紧身衣，超级英雄的能力，花不完的钱，来来来，坐我的私人飞机。女神对我比星星，我是就是游戏厅。可在这之前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？三五得几，这道坎过不去。我不是小萝莉，一五和二五一，自己三五得几。是不是四十一？难道是七十七？干嘛逼我做这道难题？我智商不灵，算不清，算不清。遥不可及。先去快乐神经病，干着急，算不得七七七七七七七好七好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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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遥不可及。三五得几，别想三五得几，嘴边是几说几，快！三和五长什么样啊？三五得几，这道坎过不去。我不是小萝莉，一五和二五一 ，C 三五得几？是不是四十一？难道是七十七？干嘛逼我做这道难题？三五得几，这道坎过不去。我不是小萝莉，一五和二五一 ，C 三五得几？是不是四十一？难道是七十七？干嘛逼我做这道难题？算不清，算不清，遥不可及。快乐神经病，干着急，算不得几。